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家天地秀。我们今天呢，一样是全家出游啦。那今天到哪里呢？宜兰。为什么来到宜兰呢？因为啊，最近我有发现网络上的朋友们啊，都说宜兰都没有在进步，怎么吃怎么玩就是那些。但妈咪我呢，身为专业的 YouTuber， 就是要帮大家解开这个谜题啊，替那个宜兰人平反一下。所以呢，我就很认真的做功课，上网去搜寻。这次妈咪找到的都是宜兰在地人推荐的。好，我们话不多说，第一站呢是要带大家去吃个东西，先出发吧 ，Go！好啦，我们买完了，先闻一下，嗯，好香哦。我买的这个呢，虾饼，然后还有他们的春卷，它这个有让我惊艳到哎，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难怪会排队啦，你看，这有虾子在上面是很扯的一件事情哎，看这么大，就我刚刚看它的价格啊，这个才30块而已。它里面的虾真的超大的啊！我看这个 CP 值高到一个，就是无法置信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我要先来吃吃看，好不好？一口都有虾子，这个，那我先吃原味的。嗯，那虾子进去，连我说就是满满的虾味。然后我比较惊艳的是，刚开始还不知道这旁边到底是什么，应该是地瓜吧，外酥内软。然后除了虾味之外，还有地瓜很甜。它这样30块真的很划算哎，这样一个就饱啦，超饱。哦，黑芝虾，嗯，不用我多说了吧。当然，这春卷拿出来一条，这个多少钱？25，好便宜哦，也是炸得酥酥的。春卷里面大致上应该就是韭菜、粉丝，那我来吃看。它里面也是满满的料哎，都是满出来的。这老板到底有没有赚钱啊？但我现在没有吃到粉丝，然后现在是满满的韭菜。如果你是韭菜控，有韭菜控这种东西吗？但如果你水饺都只吃高丽菜的，你也不要买，你会吓到，因为它太满了。像我喜欢吃的，我就觉得超好吃。你看，听声音，嗯，这家真的强力推荐你们来吃，真的非常好吃。味啦，小姐。等下进去园区，不要奔跑，不要尖叫，地上石头很脏，不要玩，不要捡小动物，都是随地大小便的哦。我们门口不停的哦，谢谢。刚刚听到吗？刚刚都有听到吗？哇，超可爱的！撞大脚撞到我。你说这是什么动物？小小鸭。哇，太可爱了！我们一人一半。嗯，草泥马，草泥马。草泥马。啊，草泥马。好软哦。草泥马超级软的。阿妹，草泥马。为什么草泥马不让我喂呢？那里还有梅花鹿哎，你看。不可以奔跑。这造型太可爱了。对啊，这里太短了，那不要拿这只。太短了。这边有。这边有没有比我们想象中的好玩很多？有，因为我一开始啊都想说这边只有水豚菌而已，然后我想说算了啦，就小朋友开心就好。因为我一直被邀来，我都说不要不要不要，我打死。因为妈咪非常怕老鼠，那水豚菌在她心目中就是等于老鼠。而且啊，它的动物数量啊，其实是蛮多的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其实我比较惊讶的是，它这边管理算是非常的严格。对，不管是全程要戴口罩之外啊，还有它在事前有告诉你在喂食的一个注意事项。而且今天是平常日，我发现也有很多人来这边哈。给它喝奶奶，不能喝空气哦。给它喝。没有要弄喝吧？你们觉得好萌？好萌啊！我要喂，我要喂。这样子。OK。
样都不行跨。看害羞回头看。他真的蛮害羞的，因为大家都要看他尿尿。他有点慌张。最后也最重要的。这样子是怎样？在取暖。摸你一下，我自己走出去，你先护送我走。哎、欸，你真的不看了、哦？我不要，我会害怕啦。他不是袋鼠啊，你快看，他有脚。想骗人？你看那一只。哥，你再不看哪一只？我先护送我出去，我想去看哪一只。你看，好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我乱看，我乱看。Q B 那个都是袋鼠哎、欸，怎么办啊？一点都不可爱。我想换叶子，袋鼠好可爱，我要换叶子换袋鼠。等一下我先出去再说。那边太多了啦。我不敢过去。这是什么动物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动物？不行啊，你闭眼睛，不敢，你闭眼睛。到底在？不会，你闭眼睛，闭眼睛，不会。这是什么动物啊？闭眼睛，好，你闭眼睛。从门口在哪里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你先确定。我确定啊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工作人员现在已经把他赶过去了。怎样？你帮我等一步，等我一下。好。好好好好好，你闭眼睛。来，我们今天这个，妈妈你们走，拜拜。来，我要出去。真的？你去外，你去外，你去外。那你出外就不能那个，你出去就不能进来了。你先不聊，我们先看完再出去。我要拍照，拜拜。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我们要赶快到下一个景点呐。我遇到了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，就是我的手机没有电了。手机没电啊？怎么会？你不是最新的 iPhone 14，怎么可能会有这问题？这一代本来就存在着比较耗电的问题，我现在没有办法看到我事先安排好的行程，我没有料想到它会耗电的这么快。我早就料想到有可能会发生这种问题，不用担心。来，有了这个呢，就万事 OK。Alki Basics Pro Mini PD 快充行动电源，它有 Micro USB、USB-C 以及 USB-A 三种接口，可以满足你各种需求。哎，看你的脸，你现在是不是想？结果你连线也没带到，不用怕，它有支援无线充电，支援10瓦的输出哦。有了这个无线充电，立马神救援。以后只要随身携带 Alki 的行动电源，就能快速充电。它呢还贴心的附上一支隐形支架，一秒就能变手机支架哦。看你是想要自拍，还是上班族啊，中午休息的时候，我想追个剧都不是问题。隐藏式的支架可以轻易的调整出最适合自己的角度，不用再额外再带支架，是不是超级方便的？另外呢，它高达10000毫安培小时的超大容量，可以让你带着 iPhone 14出门的时候，完全不用担心电量会不够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它现在还有推出这个 Spring Go Mini 款，主打体积小、重量轻，支援 PD 快充。这个啊，我个人超级喜欢的。你看，我们当妈妈的，是不是包包里面什么都有？根本不会想再带什么行动电源来增加我的包包负担啊！但现在有了 Alki Spring Go Mini， 完全零负担，超轻巧的啊！像你们男生是不是常常都没有带包包？它可以直接放进口袋，然后随拿随充，是不是超级方便的？而且这两款的外观啊，超级简洁利落啊，让你带出门啊，完全不会漏气。哎，不知不觉充了好多趴哎。真的很快呢。对呀、啊，好啦，如果大家也有兴趣呢，我会把商品资讯呢放在我们的资讯栏，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哦。哎，阿拉，现在你充饱电了，我们可不可以继续往下一个景点啦？哇，这边好漂亮哦！你知道这边是哪里吗？不知道。这边是蓝洋原创馆，有点类似那种吉米公园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这边是今年度，人家我记得是7月份才开始的一个新景点。我刚刚这样走过来啊，感觉上这边就非常好拍。我们要不要先去逛一下看看？这边觉得怎么样？
要老实说吗？这个景点也是宰德郎那个的嘛，对不对？对他们说是最新景点，最新是不是？我就有比较觉得可以释怀了，因为老实说，我觉得这个景点啊没有很推荐吧。占地没有说太大，然后能拍的呢也就是收手，可是如果你刚好经过这可以来这边稍微拍一下，因为这边不用门票啦。如果你特地搭计程车或是干嘛来，然后拍个三分钟，你会生气，你会生气，而且会生我们的气，说干嘛没事推荐这景点。哎，真的没有。对，这景点应该是刚开始而已的，目前规划部分还没有很完善，刚好我们今天又是平日啦，所以很多店面的部分也没有开，也没开。对，有可能他们假日会有摊贩，就是类似市集这样，可能比较热闹，或是有一些活动，或许那感受度就会更好一些些这样子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回来饭店了，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入住的是四人房，一眼望去很简单，就是两张的双人床。哎，这个有点弹哦，你看啊，哦，很弹哦。虽然它没有很浮夸的装潢啦，不过我觉得它空间很加分，其实很大。然后这边是怎样？它可以是不是？还是这边应该本来就应该再有一个电视，就有一点点小啦。然后再走过去，它这边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盥洗台，加上看似没有 mini bar 的。mini bar， 他们呢、啊、就是要环保关系，冰箱里面也不会有瓶装水，不过饮料还是有的，像我们四人房，它也是有提供小瓶的饮料跟可乐。这边就是厕所，然后是用免治马桶。这里的话，当然就是洗澡的地方啦。很久没有试水量哦，这水量感觉松手。房间的摆设配备就大概就到这边。我刚好看了一下它的插座啊，孔位也算是蛮多的，而且还蛮流行的，直接就给你 USB 的插座，这还不错。那它隔天的早餐，我上网看了一下，很厉害，我很期待的地方，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啦，明天见。新旅行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如何呢？如果大家有推荐的地点呢、啊，拜托赶紧下面留言告诉我，因为妈咪的口袋名单已经几乎都是空空的了。好，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入住这间饭店的心得啦。那妈咪我本身呢是非常非常喜欢的，因为它的退房时间完完全全符合我这种喜欢睡到很晚，然后慢慢吃早餐、慢慢出门的人。如果呢你们本身也是单纯就是来住宿啊，那我很推荐你们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家中有小朋友，有的呢，妈咪我呢就建议你要稍微考量一下，因为饭店里面呢本身没有太多的亲子游乐设施，那在饭店的附近周围也没有过多的商家或是夜市，所以如果说你要外出买东西啊，是有一点点麻烦的。不过呢，有好就是有坏啊，像妈咪我来，因为喜欢这样的一个退房时间，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行程啊，在隔天啊，其实都不用安排的太满，就等你退房之后再慢慢去玩，其实外面有很多商家才开始热闹起来。未来如果你有想要来到宜兰这边的话，你要想要住这种单纯比较住宿的呢，你就不用前一天入住之前啊太早就结束你的行程，赶快的确认了，前日都不用，他可以玩到比较晚一点再进这个饭店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加按赞，还有追踪我的 IG。如果想要支持妈咪的呢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哦，拜拜。